你不开不？不，过几天也准备开了。啊？过几天也准备开了。过几天准备开了是吧？你看小灰灰睡着了。睡着了，不肯出去，床上睡。宝妈，你好疲劳，你不去休息一下？啊？热了想睡。热了想睡。八点上转过来，不要让他回来。谢谢。你睡的？还有点蒙圈。还蒙圈呢。蒙圈的。拜拜。好好吃啊！好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的划船的，这个是划船的。我一直都没看到。这个是划船的。不是，这个两片花的划船的。不是，那个是划船的哦。两个吧，你跟哥哥一人一个，好不好？两个说话。不听话打你哦！不听话打你。一熊猫糖。哎呦，清醒了是吧？哥哥，我带起来了啊。今天拿过去给哥哥，哥哥说吃一撕开，砰，那个糖就飞出去了。小灰灰也会有不好意思的时候哦。小灰你也有不好意思的时候是吧？给一颗薯婆，给不给？给。啊，给一颗薯婆好不好？给不给？给不给？谢谢，薯婆不吃的，谢谢，灰灰真乖。嗯。一下子就过了，是个吃货，你看这个吃货，吃货，我是大吃货，那些是小吃货，哪个小吃货？这个小吃货是吧？小吃货，真的这种是第一次，第一次喝，好好喝的。我在视频做了一个，娟娟你看我的，你们吃那个，不要把这个打掉哦，这个很有用的。没错的，你看看我吃了没有，娟娟？在煮菜的哦。我们在那个滑水，滑水。我们有橡皮艇，大的橡皮艇。这个是铲子吗？在哪里？在那边。不要。不是啊，那是什么？划船。划船的。哎，船桨。来来。我们学校去，刚才快也不是那种一车不都是划的，没事。这个多少块嘞？多少？坐这里，坐这里。Hello， 峰峰，哎呦呦呦呦，看一下峰峰，你反应不过来。妈妈，嗨。哎，哥喊我过去拿桌子，赶紧去吧，去吧，你二十桌，到喽，去吧，啊，你个婆子，你今天回来了？又回来了吗？对吧？又回来了，吃抽一餐，大餐又有大餐，又有扣肉，又有扣肉，最主要是扣肉。二哥，辛苦喽。肯定最辛苦是你啦，一点都不辛苦。峰峰什么意思？中午发回，中午发回，我们去中午发回。你看峰峰在分把柄哦，你看。峰峰今天穿这制服好帅哟、哦。帅吗？帅。哪些不帅？跟他们一个年纪。有。你就想跟他平起平坐。可以的。嗯，好的，走，我们回去了。Hello， 大哥。是啊，走你走，跟那个姐姐一起去香港的。好，我还送你回来。好，那好吧，我走了。嗯，好，我们回去了。